反斗三人组玩转台湾校园，回放那些年学生爱作战。由球场玩到操场，由操场玩到走廊。追忆学生时代的激情、温情、师生情。一号跟题型没有看清楚，所以写错了顺序，导致于答案全部都答错。反斗红星上学去，9月4日开始，周一晚上8点 ，TVB 八。我相信不够保暖。捷运活宝，继续游走各站寻宝。动手做创意，勇敢做自己，就要这样玩。DIY 创意工作坊，打造可爱翻桌机器人。查理这个人就是啰嗦，查理这个人就是啰嗦。日式海鲜锅 ，Q 弹海鲜种类多，蟹膏的香在嘴巴里面散开，一点都不夸张哎。港式下午茶，入乡随俗变奏版，超级棒！好罪恶，可是好好吃哦。探索地平线，勾勾捷运，周一晚上9点半 ，TVB 吧。古巴共和国是加勒比海最大的岛国。也是全美洲唯一一个还在走社会主义的国家。三个硬汉子让世界不敢小觑古巴。海明威啊，海明威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能写出《老人与海》。文学巨擘海明威说，古巴是命运归宿的地方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古巴，周日晚上7点半 TVB 八。北海道富良野隔天独厚，农作物包罗万有呀，真是不得了。咖喱，这个酱太好吃了。西红柿鲜嫩可口，哈密瓜清甜爽口，白玉米超甜润喉。好甜啊，好甜啊，真的是美味。搭乘热气球鸟瞰北海道，猛男竟然畏高。不行了不行了，这样真的不行了，超级高啊。我们会回来的。探索地平线，北海道满分游，周一晚上9点 ，TVB 八。有没有人？生存，逃离。在浪漫的海岛，有哪些隐藏的凶险？你们在哪？爱情与生存不能共存。你是我包袱，我不想和你一组。你害怕难道我不害怕吗？奔向海岛考验爱情，给我说一个理由吧。没事，这是我的菜。海岛之恋第一季9月10日开始，周日晚上8点 TVB 八。移动觅食部队，品味冲绳之旅。移动快餐车，打造浪漫美食，成双成对。除了享用这个限定美食，然后你还可以找到一个限定男友。谢谢毅哥。好了，超人气阿古猪肉味鲜香到不得了，我真的用不得了来形容这个猪肉。扣一块。冲绳特产海葡萄，犹如大海的味道。大海全部三个混在一起吃，你就感觉把这边大海味道吃进去。探索地平线，爱玩客之移动厨房，周四晚上9点 ，TVB 八。3D 魔法王解锁交流，就地取材出神入化。魔法大虫大显神通，街头魔法王之魔王之王，周日晚上7点 TVB 八 Showtime。 爱玩部队玩尽韩国首尔之旅，牛味哦，好有嚼劲哦，它是脆版的干贝。挑战滑雪圣地，被名下到黄金抢地。救命啊！哇！乐极生悲，古法汗蒸木，排毒又护肤。太烫了，我都脚了。竹筒厚切猪腩肉，美味尽在不言中。啊，不用。探索地平线，爱玩客，周三晚上9点，请别背包。
游哥斯达黎加，称心惬意，好享受。这就是它的速度。小海龟生命力强，努力爬回归海洋。哇，我的这只小龟很活跃。树顶露营，享受半空中的吊睡感觉。我们是等候接济的树上难民。中美之旅告终，最后一站回味无穷。中美洲，我征服你了。50日背游中美，周三晚上8点 TVB 8。